个弹速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啊！这样，你是哪一段啊？这边在抓几块，抓三块。赶快上船，要两个人都在船上才可以。对，这是一个超自信的事，比如说，相信我会做出什么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加一起。后面那位要帮忙控船啊，我的紧张。就是用那个啊，男用袜子，袜子啊，一人一只，女生二对，一人一只，对方两只就赢了。对，好 ，OK。
一人一只脚，随便哪一只脚自己决定。我跟你讲哈，你要你心里要记得自己哪一只脚有袜，他就是对，要给他摸到。对，然后他来，他一定要往下买，对吧？那你攻击他的时候小心，你怕把泡沫弄掉，要不然会太滑，泡沫弄掉然后再穿。好，等一下，直接先脱一个，今天要下药。然后嘞。彩玲，你彩玲，你先脱，然后我来给他呼喊一下，来来来，先脱。改变一下赛制，现在两边的女队员都已经下去了。对，对方两只都被你拿走之后，你这一队才赢。好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公平赛，来，小初，我要去哪？你随便，随便都可以，走到外面也可以。白雪公主，哎，来来来，再给你，哇！